跑过去。哎，对啊，小猫人嘞？小猫有在开吗？人在约会吧。我想一下，我等下还要干嘛？昨天也没有天可以见，然后画画好像也还好。不、哦，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什么？嗯，把一个市民害死，好了，走啊，我把他送医院哦。什么？我很棒哦，我把他送医院，赔他医疗费哦。没听到啊？啊，有没有？来我，他比中指啊！又在比中指，阿公。那个不是阿公啊，那个不是阿公啊，那个是黑阿福啊。没有，阿公也在比啊。我是啊。不是阿公把中指比到我的后面了，比中指是台中日常是不是啊？没来过台中哦，我是的确没去过啊，我也没去过，这是台中人说你好的方式啊，你懂什么？这台好慢哦，这台慢是正常的啊，要这台爬山路还可能会倒退哦，安全驾驶。可惜不能跳狗链，那还可以吧？不行啊，你要试试看吗？啊跳啊！啊，别台可以哦，跳跳看啊！不行啊！哦，好吧，前面转个弯就到了，好，这边也可以。怎么又爆炸啦？对啊，怎么一直爆？到底是哪里？开吗？按什么选颜色啊？对，八八八八，这台不行。我买好了，感谢你。哦，哎、欸，那一台多少啊？1500啊，我觉得很可爱，就买了。1500。5500，我主要是要这个啦，你等一下看一下哦。看大家下雨，下雨，下雨进去，会感冒，会感冒。我要这样玩，好像可以。哎、欸，你养兔子哎、欸？
看。他会摔车吧？会啊。好稳哦。可以叫你猫出来啊，你坐上去啊。他好稳欸，兔子屁股很大。是蛮大的啊，你要先叫出来。嗯哼。欸。你人呢？惨了。都要叫上帝啊。惨了，我跟哪汉一样了。怎么了？你是不是上车会不见？我消失了，我消失了，我睡一下。好，哎，车子，好。车要另外付钱？不是啊，是一开始买的时候可以挑颜色啊，不是吗？然后跟你讲，再租更好笑，租是整个埋进你的背里面。现在好像就淋湿的那种野兔、喔，它太细长了啦，有点不可爱、啊。如果改当技工的话，可能后面就一直跟着兔子吧，就不在人了。因为车头灯应该是要在这个可以转的位置，它就要在前面。小兔兔，我要下来，离开车子，走在我脚下。跟我来。不理我欸，在干嘛？在干嘛？好了。好，我带你去领车嘛。那、啊、你的车应该，不然你先上，那、欸、你吧，先上我的车啊。哎、欸，他干嘛？再次。哇，一个后空翻、欸。他会怕机车，会翻肚。怎么可能？我的摩托车店上面都有那个猫的爪痕、欸。我的猫太肥了。哇。猫你太肥，要减肥了。那只能做大夫。上去。哦哦哦哦哦，这个雨，然后这是第一台，我的第一台公务车以外的车吗？这一台？对啊。你第一次买车哦？对啊，之前的两台车都公务车，啊。他们在那里。对啊。辈子都买不起啊，赚十辈子都买不起啊。好像只有你的兔子可以欸。欸欸，换你了。不能在车上叫动物是不是？好像不行欸。他怎么一个？你要试一下才可以。遍地转，他直接转下地底了。哎、欸，回来了、欸。那我刚刚在买车的时候也……哎、欸，署长，为什么鬼岛一直下雨啊？
梅雨季过了没？我哪知道？整天都在下大雨哎。这边天气就很差，想变就变。那个天气不能阿门一下吗？你要阿门了，你要怎么阿门？就是让那天下雨的频率，那个、啊、那个晴天娃娃不要再下雨了。晴天娃娃，对啊，你拜一下，可能他会改天气吧，磕头磕一下有可能吧。啊、算了，改天气还要磕头。其实下小雨还好啊，下大雨的话。先不说那个视野，那个路超滑的，没办法，下雨车就肯定滑。哎、欸，署长，为什么很久没下雪了？很久没下雪吗？昨天不是有下吗？我很久没看到下雪天了、欸，哎。昨天是没上班的、啊。哇哇哇哇！再不就下雪了。欸欸欸欸打雷了，他这不就下雪了？哇哇哇！看雪，看雪！哎哎哎！哎哎，这……为什么？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是，没事。按下雪，按下雪，穿这个热裤、哦，不怕刮掉。不会啊，感冒会感冒的啦，送医院的。女生的大腿是最耐寒的吗？要冷藏啊。不会啊。下面要冷藏、啊。阿公，你说冷藏什么？啊，没有啊。阿公想说什么、啊？阿公，注意眼睛。傻。阿公。傻。阿公，你看着我说什么？傻。你、欸、怎么有人躺在雪地上？没办法玩雪天使啊，雪天使哦。等一下，玩雪天使是不是？组长，我眼睛好痛哦！你看我的衣服加雪地。哇，有吗？我好像没问题耶，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说我也没问题、啊，你怎么了？哦，我的，但我眼睛有点要瞎。太白吗？哎，怎么又有爆炸声啊？最近很多这种。一直气爆哦！袭击的按键啊，各位小心一点啊！啊啊啊！啥？守天使是啥？啊！你去找医护的啦，阿公。阿美苗啊，解释一下啊，守天使是啥小？啊，你手机打开来自己百度一下，百度，啊，我们都用百度啊。欸，我高跟鞋走那个雪地好像没有脚印欸，你们看我有，没有脚印就是鬼啊，好像真的没有欸。是不是有鬼啊？你们要不要祈福一下？什么鬼啦？我看到啦。你们打师兄呢？听说有个地方闹鬼，不是？对啊，上次去看过了，不是吗？哎、欸，那个、啊，对啊，那个很高，一户闹，医院也闹鬼啊。那个、狗那个为什么那么多鬼啊？完了哦，那个栋楼不应该上去的哦，上医院哪来的那么多鬼？这里狂鬼很多啊！上次我还被都说叫鬼岛了，人都像鬼了，鬼更像鬼。哎、欸，要不要骑摩托车去跑山呐、啊欸？那个会出事哎、欸，你确定？那你不知道带修车工要带医护、啊？对啊，你骑那个要带医护哎、欸，这里啊，我啊，刚才才被市民撞翻哎、欸啊。那如果等等你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还有我、啊，不会出事啊，还有我啊，对啊，还有。骑进站，对啊，不然你要骑什么？
这我第一台车哎、欸。可是我没有进站呢，我坐另外一台。1500而已啊，要不要去买？哎、欸，好啊，你带我去买一台进站好了。好，阿公，阿公，阿公，不用打招呼了，阿公。你这台是进站吗？是这台吗？是吗？是吗？怎么跟他们的不太像？是啊。为什么这台像电动车啊？他们的怎么？嗯？没有啊，你没看到他的排气管吗？电动车没有排气管啊。哦，好 ，Go Go， 你的零。等下去改。哇，我这打扮超像8+9的啦。哎、欸。怎么了？怎么了？你真的很像8+9呢、欸，超像啊！我的天哪、啊，很像那个翘课的不良学生。对啊，然后就会打扮成你这样，然后还戴一个帽子反戴。好了，好了。哎，都是这台啊，我看一下。你滚到最下面，你按。对啊，然后那个东西很久了一点，就会演变成会听到别人的声音。真的啦，我没骗你啊。你要买一台是不是？撞进来啊，不会怎样，撞进来。妈的！真的不要8+9了，干你娘！我超像的啦，你娘亲啊！怎样啦？坐了这台车真的会变8+9哎，不太行啊，干！会吗？看我！妈的，干你！你觉得我超像吗？哎、欸、哎、欸，小心、欸、小心小心，你看我！嘿、欸，你怎么？对啊 ，fuck you！你看，看我，看我的中指，干、啊、你的嘞！还比我中指，他妈你也吃我一只啊！走啦，走啦，走啦，走了，走了。哎、欸，你们要不要不要从这边出去啊？有后门啊，妈的你妈个逼！哎、欸，哦，怎么了？笑，没事。怎么突然骂脏话去？吓死人！他们是不是去改啊？我要去改。啊、你手游这么好玩哦！要连帽子都不戴啦！我没帽子戴啊！超慢。有七分。你打方向灯吗？可以耶。
哎、欸，这么巧？啊，改啊，改车啊，超便宜的啦，87块就可以改了。哎、欸，好便宜哦！哎、欸，轮胎要换一下、哦，换那个碳 S 碳铅的那个，碳最下面那个。对对对对对。为什么？那个最那个止滑，现在那么滑。碳铅，哪一个啊？是哪一个？高档车，高档车。然后碳铅型吗？对 ，S 速网碳铅型。哦，有两个哎、欸、，SU 还是 S？SS。好好好。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换的那个轮胎。哦。哎、欸，他们人都在哪里？车库啊。哦，那我回去。好。啊、好便宜。车顶霓虹灯。怎么比中指啊？不是，他们久了会自己戴安全帽，可是我就是没有安全帽戴，要去自己去买吗？哎呦，变快哦！白痴，标错，这种劲。按键上带哦，哦，哦，这个、哦、没有啊，你骗我，帽子掉了啦，不像八加九啊，人都不见嘞，我刚刚看到一个去改车了，我回去戴安全帽，死，不是按了。干嘛啦？撞不过去啊！回去戴帽子。哦，脱面具啊、哦！也有可能呢、欸。感谢。去换去。怠慢，好 ，OK， 怕了，还要戴那种西瓜皮的帽子，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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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没事吧？
不要动，不要动，欸、很痛啊！不要动，不要动，一下啊、白乎乎。等一下，我为什么看不到小光？哦，看到了。好了，谢谢谢谢。啊，抱歉啊，抱歉啊。哎、欸，不是要骑车去跑山吗？啊，为什么不走？走，要不要走了？在等他们啊，小光他们好像也要啊。哎、欸，他们怎么走了？他说：“你以为我们要跑山吗？跑一下啦！小心，你要不要走？走去哪里啊？那个啊，跑山。走啊！还有谁啊？还是开原本的车去跑啊？这有救护车哎、欸。”我根本没事啊、那还是开车太好了。阿刚，你不是说有看到一个去改车啊？那个是谁？黑阿福吧。哎、欸，啊，那这个是养乐多。那、欸，是你了吗？你家小猫嘞？我不知道哎、欸，刚刚在开那个 LF 在跑啊。LF2 小朋友请打交 LFA 哦哦哦他那台他跟小夫在跑啊红色那台吗对啊对啊在那一台啊他在跑啊、哦、你们要骑这个你要骑这个 Autobike 去哦你们要骑这台跑是不是然后8加9吗我还没呈现耶、欸我觉得还是开原本的车去好、啊，没关系啊。那个，等下射出去怎么办？都是啊，人进得来啊。是啊，我、哦、回来了。是啊。啊，小五呢？小五是改开车了、哦。对啊，他已经改开车了。哦，好、啊，那我开医护的车。白痴哦，我改，特别要停里面啊。我知道又快又稳啊，可是我不会驾驭那一台车啊，那台车我要驾驭一下哎、欸。买了才，我买那一台也只有救护的时候会用到啊，啊可是救护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赶速，没有在跟你客气撞人的。有啊，院长也说那一台真的是很猛啊。啊，有说要改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改完之后怎么跑得好飘哦。哎、欸，我怎么有香烟？哎、欸，汉堡。这样，对，十四罐，汉堡买到满。九六，哦，离线了。
说这时候晶片太在那边的话，就觉得很好笑了。他们在找晶片太玩。呜！不要停。反正就是不能压到底啊，这个我知道啊。可是你看哦，如果真的是你要救人的话，也是不能这样子啊。那我先把斜线那个啊 ，help 复制好。不是啊，跟他们跑的话，但现在下雨，咪咪咪喽，没了啊。啊，你们减一，减一是什么意思？撞到东西哦。哦，车的血量。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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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要跟小猫买修车包，不然像今天登山那样子，有一个修车包。他可能以为我被丢在路上，太小心肝。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好好好，不用讲了，我跟他讲了。哦，他上次把我丢在上。啊。打哈欠。我小夫跑完一圈，基本刚刚中间突然下雨，开车下雨应该很滑吧？你这个你问陈武就知道，他也是开这台。小心肝是也要跑车是不是？不知道哎，现在有点疲劳驾驶。哦。小武哎。比。没？怎么了？你在当我是领操吗？操！现在都不问我 O 不 OK， 我马上上车就叫我走，是不是？哎、欸，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哦，好，车库啊。哎、欸，355这么快？对啊，355。哎、欸，你怎么上我车了？我腰有点酸，借我坐一下。哦哦，腰酸？你刚才干了什么事？没有啊，被车碾过啊。那怎么会是腰酸？
妈，看手机看久了呗。我在山上等超久了。对不起，哎，我觉得你这次有良心啊，你居然会回头找我，我眼泪要流下来了。小夫怎么买了这台烂车啊？这台很强。那福特二零七。这台很强啊。啊，不然你跟他跑一场啊。你走他们就跟车了，你走阿福就跟了。一个靠腰。马上爆。哎、欸，那会，冒烟了啦！反正他等一下会撞你就操等一下我现在是开得很紧张你知道吗撞下去就只能 help 了啊，所以这边等一下是先右转吗？我记得是什么，先过桥之后左边，然后再来就是一路右转了。是吗？这边过完，先左转嘛。啊，先右转再左转，想起来了。右转，然后这边左转，然后再右转右转。哎、欸，真的没技工，有人跑这个的话，几个修车包都不够哎、欸。吃西瓜。哎、欸，还好平时都有看他们跑山哎、欸，不然怎么可能记得住路线啊？
好，前面左转。什么时候脱单？什么脱单？你是说感情线吗？我就说嘛，上帝换台给你、啊。哇，我没迷路哎、欸，太棒了吧！哎、欸，但是这边有修车工吗？啊，有我有小猫，帮你修，帮你修。开给你吗？开啊，开的给我就好。给小夫，给小夫，给小夫。哎、欸，这台真的不行啊！这台真的转弯又慢，然后加速又慢，然后尾速又不够。你开 G， 你买 GTR？ 对啊，最便宜。GTR 130不是吗？对啊，最便宜啊。怎么说交女友？我有女友啊。是市长吗？怎么样？哎、欸，市长，你开这台、啊、过来了、哦，你开那台有失你的气质。哎、欸，对我不该知道路线的。你的身份不适合开那台了。我开这一台跑山也是很酷啊。好啊好啊，你看那台跑山大概永远都不会看到你吧？对耶，大概在中我突然忘记这件事情。不要这样讲啦，不会啦，那个2000块的车跑山其实还蛮不错的，老实说的话。我有开过啊，真的很难开啊。等一下，开不到。你那什么东西？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我就用这台给你、啊、因为我女朋友喜欢你。哈哈哈哈哈。真的？你认真？你认真？真的？小心，我开给你。来。我跟你讲啦，马车赢不了这个，我一定赢得了。我开一下。哎、欸，你不是我开，拿到啦。不是，我是说那个修车。嗯，杨二伟上了。市、欸、长，我来看一个事。哎、欸，那个龙比要修吗？龙比要修吗？用一百。哎，市长，全身都没撞到。不要急退。小蛙，你看，不是小蛙，小猫，你看，什么？你看，车，哦，怎样啊？借我坐一下吧。你干嘛上来？哎、欸，小猫，差点撞到啊！小猫修一下。哪里？你帮他修，你帮他修。你说你的，哎、欸，医护车，我这台，不是，小五，你看简讯。所以龙比也买啊、对啊，你连个尾翼也太屁了吧？对啊，很屁啊。可是我觉得龙比这一台颜色很好看哎、欸。什么意思？看一下。说做副驾，先给你看一下。因为我女朋友喜欢你，我想和我男朋友分手。不用吧，小五不是那个跑。所以你是男的女的啊？你女朋友是男的还女的？我不懂欸，你搞得我好乱哦。YT 的啊、YT 的。你看那个啊。哟。我是被丢下啦。你被丢下了吗？好像是欸。他们还在对面啊，跑掉了。你在哪啊？哦。我都在这边看他们跑啊。啊，你能爬高爬低吗？你还是不要好了。嗯，好。小心刚我跟你说一件事啊。好。就是多多前几天我们和好的时候，他有提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买东西给我。那时候我们挑了很久，就挑了一台，就是一台那个他喜欢的跑车，记在我的名下，然后我把我的野马过户了给他。可是他最近会一直提这件事情，说这个车是我买的，什么觉得很困扰吗？对，所以我后来就把我身上的140万给了他，但是我还欠他80万。嗯，哎，你觉得我这样好吗？你这样好吗？你是说你把钱就当做是直接钱买下来这样子？对啊，我想这样，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但是你觉得？啊，就看个人啊，我也不能给意见啊。因为我觉得他这样是过度炫耀，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啊。嗯，我也觉得。遇到谁就这样讲一下，觉得这会是你们吵架的理由啦。我也觉得。
好，我再帮你跟他讲，好不好？也没关系啦，我已经决定了，就是直接买下来了，算清楚一点好了。虽然我本来那笔钱是要买福特的，嗯，对啊，还是小心看你身上有没有80万。我没那么多啦，嗯，比你还穷哎、欸。我也很穷，剩40万啊。哦，好吧，你赢我了，啊、我赢你了。对啊，你比我穷啊。好。因为最近我们都不能卖修车包了，就很穷啊。哦，对啊，说什么要管一下。我也不知道哎、欸。点精华，我就把我女朋友送给你。我刚帮他们修车，结果没收到钱。我的小三也喜欢你。要开给你吗，小心肝？开我什么？小五的，小五的车。好啊，我帮他出啊。看，我觉得你讲话怪怪的、欸，我把你删掉好了啦，不好意思，因为你讲话一直有点奇怪、欸。嗨，松鸭。小心肝啊！如果我之后如果跟多多分手了，我大概这轨道也没人要我了。等一下，哎呦，爆炸了！讲错话了。嗯。会啦，过几天就有新租。你可以先挑个啊，看上眼的啊，对啊，过几天不是那个市长说什么登记的用户开放吗？哦，真的吗？对啊，今天其实有尝试看看，可是就是一堆新住民就是开车进来乱撞，没看到路上现在都蹦蹦蹦蹦吗？哦，就是现在好像就是新旧住民在吵架在乱撞，原来是这样子。市长要帮你修车吗？完全不用，帮我把它炸掉。哇！好。你怎么第一个？他们其他人呢？啊，小夫嘞。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跑不完，直接开回来啊、哦。说什么啦？我在你前面哦、喔。你的车根本就不见了，我的车上少一个人，等下就回来了，回来了。欸、你自己问小猫，我有开回来哦、喔。有啊，他被我低掉了。对啊，对啊，你从那边开回来，我知道啊。没有啦，从这边啦。我鬼嘞，我听你嘞。5000块，我听你的嘞。你妈个屁嘞！你妈唬哎，在唬。5000块。这样也要唬，这样也要骗你？到底你看你怎么啦、啊？你怎么最近这么落魄啊？我哪有落魄、哦？第一次fail这个鸡啊，差不多了。你不要再打了，真的很烦呢、欸。你乱打人，你真的很烦呢、欸。一直拿，一直拿，那个快变你招牌了、欸。我看小夫怪怪的，你要不要跳一下？哦，好了好了，那就是打我一拳呢、啊。我看他还是怪怪的啦。谢谢谢谢，不会不会。有人要修车吗？有啊有啊有啊。好，这台先开给你，我先开给你。欸、小心肝，这阿巴是谁的？他停在路边呢、欸，我把他开回来。啊？我怎么会知道啊？我没有在研究车的、欸。阿巴不是，刚刚我看他上一个人开的应该是点点吧？是点点的吗？点点买阿巴，阿巴那个雪人头，他好像卖啦、啊。他就是韩市长啊，他两台都开过来。小五不是小牛吗？哎、欸，那个什么、啊，你们有人要开这台吗？没有的话，我要开回车库了。我要。啊，那市长你看看，那阿巴我把他开回去了。阿巴应该没人的吧？要跟你、啊、来看看你这台到底有多厉害。那小五要我跟你吗？我在你回来。没有，我要直接、哦，我要回去，然后要躺在车库了。好，出发。嗯，哎、欸，你好意思、欸，你丢下我。好不好？两个多，你懂了。我刚才跟你讲的，想一下。好。小心啊！咋啦？啊，你接下来要做啥？你是说直接开酒嘞？你是说医护不做要做啥吗？不是啊，你不做医护啦。没有啦，乱讲的啦。我说你现在要做啥？你要再跑一圈吗？我没有要跑啊。那、啊、你不跑了、啊？对啊，有点早了，该睡了。
哦，这有点早啊，哎、欸，真的有点早啊。对啊，莫名其妙哎、欸。那那你回去吧。好啊。阿福拜喽。哎我呀。啊，抱歉。小心刚好问你问题啊。嘿、hey, ，你说，你慢慢开啊，边开边问你啊。我今天的讲话方式让我想到有点误会啊。我吗？我对他。啊、你怎么讲话？他听起来是误会啊。你怎么说？我今天不是跟你说我没钱吗？嘿。就我讲话方式可能是用男生跟男生的方式讲啊，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我说是。买车给他，然后你没钱，对他可能觉得有不想借贷，或是感觉不管任何方式啊，他现在好像在借钱啊，他在还我啊，要怎么办呢、啊？但我没那个意思啊。他刚有跟我聊一下你的事情啦。对啊，那我没那个本意啊。不是。问题出在说你会跟其他人讲说你车子是你买的，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这一点啦。因为我没有想太多啊，我不知道他会介意这点啊。来，我教你啊。如果是你的话，我就把钱整个塞回去，然后之后就是不要再提到说什么车子是你买的这种事情。那我要怎么起个头啊？我最容易跟他吵架就是吵这种。就是有一点误会的东西啊，你就可以为他改变啊，就是沉默是金嘛，话少一点啊。我知道啊，我话想少啊，因为有时候真的话多出事啊。但是我现在要怎么起头啊？起头？对啊，我突然把钱塞给他，他还说不要，他借完然后就要还我，他的个性是这样，我了解啊。强势一点啊。他当时也是看上你的强势啊。哎、欸，你要冲车库哦。啊，车库，我是当时，我现在就是怕太多争执或吵架，所以我现在态度放很软。嗯。所以有时候延伸出很多这种没必要的东西啊。要帮你吗？我为他改变太多啦，只是可能真的有一点，就是太软或是。容易起争执的地方啊，你要怎么帮我啊？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啊。没有啊，反正就是，你主要现在是想把钱还他，对不对？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啊，讲了可能又要可能有点吵架那种感觉啊。嗯。真的会有变成有一种吵架的感觉啊，因为他现在他的态度就是很强硬啊，就是。假设他要还我钱了、啊，他就一定要还到啊！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啊！我跟他说不用，他说不要，因为他后来发简讯给我说，他不像在感情中有那种金钱那种感觉啦、啊。对啊，那他刚有提啊，我说这样其实你有不对啊，那其实对啊，是我是有不对啊，但我可能让他误会啊，但我没那个意思啊。好啦，我再帮你想办法。那就跟男生男说。买完车，然后跟你说：“哎、欸，我突然没钱那种感觉啊！”但是他听起来感觉是真的误会啊。嗯。对啊，这真的是很麻烦啊。好了，再帮你啊。好啦，我要休息咯。干，快五点了，我今天怎么了？我本来真的是12点就要睡觉的。不用安安啦，我要睡觉了，晚安晚安。晚安咯，没来困啊。大家拜拜。